老师，我今天在这里读一遍啊，试一试。北平之秋，秋天一定要住北平。天堂是什么样子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，北平之秋便是天堂。论花草，菊花种类之多，花市之奇，可以家天下。西山有红叶，远近可见。北海绿树红墙，可以划船，荡起双桨。虽然白塔倒映在水面上的荷花已残，但荷叶还有夹在空气中带来的一片清香。衣食住行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了。谢谢。